这家店位于内湖老街一带，主要是在卖豆花以及甜品为主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可以来这吃上一碗。这是我点的豆浆豆花，这豆浆里面其实是有豆花的，外观可能看不到，必须要用汤匙才能舀得出来。这豆浆黄豆味道蛮浓的，里面的豆花吃起来很软，入口即化。它有三种配料任你选择，有些配料吃起来还蛮 Q 的，很有嚼劲。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可以来这吃吃看。